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ぐちゃんです。ぐちゃんです。今日も動画を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的影片呢好吧你先不要讲话今天不是吗今天这个时间呢，本来是要带文章回台湾去吃台湾的东西，因为文章非常非常的喜欢吃台湾的食物。哇，台湾的食べ物ってすごい食べたくなるね。就是大家应该会常发现，我们两个其实常在吃台湾的东西。真的是文章他非常非常喜欢吃台湾的食物，就是爱到都想要去住在台湾那种程度。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今年没办法回台湾，所以文章他就非常的难过，没有办法吃台湾的东西。就刚好有一个厂商叫做 iCarry， 他是台湾的伴手礼平台，他跟我们合作，可以把台湾的伴手礼寄给我们。それは文章に言ってなくて、でも私が物を選んでるんですよ。多分スーちゃんあまり食べたことのないもの。なんだろう、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とか。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じゃない。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は定番すぎて、多分文章がたくさん食べたことがあるので、違うものにしました。おお、楽しみやな。私が選品しております。噔噔，就是这一箱已经寄到我们这里了。那这次就是非常感谢 iCarry 跟我们合作，让我们远在日本都可以享有台湾的家乡味。影片的最后我会跟大家说怎么用手机操作这个 iCarry。那在开箱之前呢，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iCarry 的几个优点。第一个就是这个 iCarry 平台，他们有超过400家的台湾伴手礼。食べ物もあるし、遊び物もあるし。啊，食べ物だけじゃない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いろいろあるの。びっくりしたの。いろいろあって。那第二个优点呢，是 iCarry 他们的东西都是直送机场全。全球或者是饭店，就可以从台湾的机场送到美国家收，还可以送到日本。那第三点是我觉得很棒的，就是你要买东西啊，可以不用去排队，只要在网站上面购买就可以了。那最快的话一天都可以出货，可是一天的话是仅限于台湾本岛的配送啊。那我在日本其实送到也蛮快的，他们送出差不多两三天我就收到了，还蛮方便。那在正式开箱之前呢，文章又把这一支拿过来，有在 follow Instagram 的应该会常常看到这一支的出现。这一支是文章夹给我的娃娃，你先把它放在旁边。好，開けましょうか。僕が開けるよ。嗯，いいよ。好，哇，打开了。那他开完了，刚才那个这个换你看好不好？哦，噔噔，めっちゃ入ってんじゃん。对，超级多，我订还蛮多的。一打开的话呢，就有这个房子撞击的。第一个呢是噔噔，我们台湾曾国城出的蒸拌面。你不要学他。我的每家比较微信的时候会讲过他们是要走哦。其实在日本也有卖蒸拌面或是老妈拌面，但是日本卖的非常非常贵。然后我看到他们上面竟然有卖蒸拌面还有老妈拌面的时候，我真的超惊讶超开心。下一个啊，哇塞的潘大富可以给他的。潘大富讲。那这个呢，小潘蛋糕房是我自己很喜欢的。次呢，等等，沙琪玛杏仁片白芝麻口味，这个是比较健康清爽的，油分少了70%。沙琪玛是我从小就很爱吃的，希望文章可以吃吃看。然后毕竟他们是伴手礼嘛，所以还有附这个袋子。如果你要送人的话，可以把东西装进去，这样送人比较体面。台湾的こういう紙袋結構なんか豪華そうに見えるよね、いつも。下一个也是我自己的私心，等等，紫玉酥，すごい綺麗ですよね。它这个呢里面有瓦吉，我自己也很期待。然后呢是这个，等等，我们等一下应该先开箱这一个。它这个是胸针，因为文章常穿 T 恤嘛，想说可以让文章别在身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推的，等等，这个台湾的茶，是台湾的欧加。诶，嗯，那个台湾的各地都有那个奇怪的虚拟的欧加嘎的嘎拉沙，这个是做成抽抽的样子。最后一个是我自己的私心，芝麻花生蛋卷礼盒。这个我也是很想让文章试试看台湾的蛋卷。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小计划，我的小计划呢是先弄个茶，然后边泡茶边吃东西这样。然后但是呢吃的东西先放一边，我们先开箱这个好了。你们看它的设计超可爱的，这个是凤梨酥、珍珠奶茶、小笼包、小笼包、叉冰、叉冰。最后一个呢是台湾的茶，台湾茶很有名嘛，它的外面包装也超可爱的，写台湾好食。小籠包が一番可愛いね。やっぱ本当にお腹減ってきた。文章超喜欢小籠包的。じゃあこれ、これね、手の色が可愛い。ゾンビの手みたい。手を噛めるって可愛い。お土産に最適だと思う。うん、これいいね。いろんなところにつけれるし。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吃东西的环节。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适合拿来送礼的，因为它是有全台湾各个地方的茶的种类，然后是做成抽抽乐的方式。一打开之后呢，这里就是有各种台湾的茶，有台北绿茶、阿里山、高山茶什么的。而且它不是只写中文哦，下面还有英文，所以不用担心大家会看不懂。最初が、自分の好きな一つの木を選ぶ。ネパムシついてるやつでしょ。おお。なんか面白いねこれね。あ、ウロンちゃん。うん。いいね。
あ、すごいおしゃれだね。そう、これね、遊べるのがいいなと思って。ルーちゃんが、このおばあちゃんがいるとこかな。お行くね。うん、強いな。高山、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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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げちゃったじゃあ私こっちも見てみようか。アリさんのお茶だ。在日本好像没什么看过抽抽乐。日本はこういうゲームある？ないと思う。じゃあウドン茶飲む？フッ茶が。うん、ウドン茶飲みたい。じゃあ台湾紅茶と日月潭红茶你要喝哪一个？これとこれでいいんじゃない？オッケー、飲みながら物食べよう。他说差不多放一次要等三到五分钟。那接下来我们吃这个沙琪玛好了。它这个沙琪玛我觉得它也非常的适合当伴手礼，很贴心，是因为它都是小包装的。嗯，好吃。おいしい。この部分は本当富ちゃんが好きな部分。富ちゃん分かってるから。文章如果觉得普通话就会，真的好吃的就是，啊，これうまい。甘すぎないの全然。嗯。後味もすごいスッキリしててね。普通に美味しい。もう一個食べよう。いや、まさか文章こんな好きと思わなかったよ。そう、こういうの好きだよ。好吃。没想到文章会这么喜欢沙琪玛，吓到我了。びっくりした、マジで美味しい。満点10点ならなんて。いや、10点10点。そんな美味しい。いや、本当に美味しい。我也好开心哦。那接下来我们两个来开箱是小班蛋糕房，也算是在凤梨酥里面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牌子。一盒里面总共有12个凤梨酥，那包装都是小小的，这个也很适合送礼。あ、食べやすいね。うん。濃いのかなと思ったけど、さっぱりしてるこれ。これ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の中じゃ美味しいわ。じゃあこれ10点ならなんて？7点。好棒呢！哦，我超美味しい。吃甜点真的好配茶哦，真的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买一大堆台湾的伴手礼在日本给文章吃。下一个我们也是吃玉珍心的紫玉酥，这个紫玉酥里面是芋头跟马吉，它里面有四个，对，芋头还得。芋头？对对，芋头，芋头的意味啊，反正。呆子。呆子じゃないの？呆子は红豆。红豆。对对对。炸炸炸炸炸！对对对，叉冰。对，日本几乎都是卖一些温泉馒头啊、麻吉那种，就会比较少卖这种类似酥饼类的东西。好香哦！芋摩多伊尼味斯的，我其实不太喜欢吃芋头，但是我非常的喜欢吃芋泥，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吧？你敢吃？口の中の水分全部持ってかれた。なんかお茶を飲みながら食べるの。文章不太喜欢，好可惜哦。超好吃哎，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。あれがもともと苦手なものだからな。你们看里面还有马吉，老实说，我本来以为马吉会很小，就是它里面马吉很饱满，一颗。じゃあ、ふーちゃん、これ満点10点なら何点？いや、点数つけれないよ、苦手なものなんだから。这个的话，我给超高分，我给差不多八分吧。十じゃないんだ。次のもっと好きだろうかなと思って、ちょっと余裕を持って。これ真的很好吃哎，这个我超喜欢的。これおすすめ、個人的にね。哦。接下来是我这次个人最期待的，噔噔，蛋卷礼盒。なんかいっぱい入ってるね。しかもこれお土産にすごいかっこよくない？ね、かっこいいかっこいい。このさ、ちょっと出てるのが可愛いね。好漂亮哦！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这个一定要大家看，超漂亮的。给大家看。对。还有你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重复我讲这一句话？它的口味有花生馅，还有巧克力馅跟芝麻馅。巧克力下面还有个种类，这个好像就是鸡后芝麻。你们看这照片，蛋卷里面满满的馅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你们看它这个超厚的，这个巧克力里面没有内馅，可是就是非常的厚。嗯。これ好きな方？嗯。パイパイチョコが入ってんの。九点。何個でも食えるやつだよ俺。マイナス一点はね、ちょっと硬かった。なかなか俺歯が弱いからな。味的には本当10点。これとこれは同じぐらい1。那我来吃看花生的。你们看这个花生酱，全部溢出来了，好香哦。本当だ。里面是满满的花生馅哎，给你们看。你们看里面是满满的花生馅。哦。贅沢でしょ？哦，うまい。满满的花生哎，じゃあチョコとピーナッ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自己心中最推的重口心中蒸拌面。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哦，是给你看，大家都看过了。作ってあげる。OK。台湾のお土産全部美味しいの。ぜひね、アイキャリー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。文奈很会夜配。蒸拌面来啦！来啦！美味しい。けど辛い。そんな辛い？うん。食べた瞬間からツンです。麺もちもちで美味しいこれ。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わ。これめちゃ好きなの。これ本当日本のない味だからさ、食べたくても買えない。ほら来てる。ほら喉きてんじゃん。多分卵でマイルドになるんじゃない？我的蒸拌面。
食べる？うん、食べたい。俺ね、辛いの苦手でも、なんか進んじゃう箸が。完食！吃完了！いやね、マジで美味しいこれ。这个真的是我超推荐，希望文章吃吃看。没想到就有机会可以给文章吃。今天吃好多东西。好吃啊！好，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注册 iCarry， 然后厂商他们其实是有给我优惠码的，所以有兴趣的人呢可以输入我的优惠码就可以得到购物金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进到 iCarry 的网站，你们看它上面就有写400家人气台湾伴手礼为你直送机场、酒店或全球，400多家真的超多的。而且就像我刚才讲，他们不只是食物啊，还有卖那个小徽章，可以让文章别在衣服上面。那我们就先注册，注册，先输入手机号码，我是在日本，所以就选日本，发送认证码。输完验证码之后按下一步，验证成功。那输完验证码之后呢，就设定个人资料，就是输入密码跟真实姓名，然后是推荐码。推荐码这里呢就是 iCarry 给我的观众的优惠，推荐码这边输入 RU 就马上可以拿到100元的购物金，100元还蛮多的，所以我要利用大家呢一定要用推荐码，这样你就可以现省100块钱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商品页面，首先呢提货地点，那我在日本嘛，我就选择日本，就会跑出非常非常多东西，那里面呢就有我今天订的玉珍心啊，还有凤梨酥之类的。これもみんなおすすめしてる。おいしそう。老妈拌面等于面。細麺だ。そうそう、細麺。它种类非常的多，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它的礼盒都包装得很漂亮，非常非常适合拿来送礼。而且我觉得 iCarry 送过来蛮贴心的，他们就是刚好放的是即使你摔到东西都不会破掉的那种陈列方式。我自己收到的时候就觉得还蛮感动的，就是非常的用心在对待我们买的东西。那例如说我今天要买蒸拌面的胡麻酱酱给文章吃，点进去这边就有详细的介绍，然后呢加入购物车。那这个购物金的使用方式呢就是在购物车这里啦，这里有个画面是购物金折抵，那如果你在注册的时候有输入我的推荐码呢，这里就会是100点就按全部抵用，就可以直接现折100块台币。大家要用哦，因为现折100块真的差很多。那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用 iCarry 订东西，因为我自己接下来除了我们今天吃的食物类之外，我还想要订姜黄啊或是低基金这种保健身体的，因为日本其实好像真的比较不太有卖这些东西，我就一直想从台湾买，所以有 iCarry 真的很方便。那大家也知道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很多店家受到影响，那有这样子的平台呢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支持店家，帮他们多创造一点销量。那最后跟大家讲，现在 iCarry 有中秋节活动，活动的时间是到9月24号为止，真的非常感谢 iCarry 给我的观众福利，所以大家要利用的话呢记得要输入折扣码就可以现折100块哦。サイトの中いろんな種類のね商品があってね、すごいワクワクしました。ルーちゃんいろいろね頼んでね。交给我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这样子啊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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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、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